好，我们看这里哦，他说把八个不同奖品分给甲、乙、丙三个人。第一小题他说什么？他说甲至少三个，乙至少两个，丙至少一个。第二小题他并没有指定，他只有说其中一个人要至少三个，另外一个至少两个，另外一个至少几个？一个。那不管哦，像这两个小题老师一起来。总而言之，要把八个不同什么奖品。老师先分成三组好不好？什么情？这三组当中有一组至少三个，一组至少两个，另外一组至少一个，之后我们再去分给人嘛，看要怎么分嘛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你先想象一下，你把八个不同奖品要分成几组？三组，有一组至少三个，另外一组至少两个，另外一组至少一个，对吧？所以说告诉我，拿走三个，拿走两个，拿走一个，拿走几个？六个，剩几个？剩下两个，剩下两个哈。你听，这时候再去分，这样行不行？那你想想看，这两个要是都放到这组，那这组变几？五、二、一。这两个要是都放到这组，变几？三、四、一。三、四、一，老师写四、三。一好不好 ？OK， 我们把数字大的摆前面啊，慢慢排下来，行不行？所以说一组至少三个，一组至少两个，一组至少一个嘛。所以拿走六个是剩两个，因为全部八个嘛，剩八个剩这两个，全部都放这边变五二一，全部放这边变四三一，全部放这边变起三二三，也就是几三三二，这样行不行？那这两个可能一人一个。一人一个四几？四三一，跟这么重复有这两个一人一个变几？四二二，对，好，还有四二二，这组一个一个三三二三三，有没有重复？有，所以说这时候这组至少三个，这组至少两个，这组至少一个，它三是有几种？这八个当中啊，分成三组，这组至少三二一。有几种形态？有这四种形态。好，先把这四种形态列出来。开始来，我先把齁，把八个分三组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齁，来，八个当中挑五个一组，吸了八取五，剩下三个当中挑两个一组，三取二，再乘三，一取一，这样行不行？这边算出来总共是几？168，这样行不行？再来，这边挑四个，八个当中挑四个，剩下什么？四个当中挑三个，剩下一个当中挑一个，行不行？所以搭配起来多少？有280，这样行不行？八个当中挑三个过来，吸了八取三，对吧？好，剩下五个当中挑几个？三个，吸了五取三，剩下两个当中挑两个，这时候把这八个分三组，三三二之后，这两组先分后分有没有差？没差，把先后顺序拿掉，除以几阶？二阶，这样行不行？算出来是几？280，这样行不行？八个当中挑四个，八取四，剩下四个当中挑两个，剩下两个当中挑两个。这两组先分后分摩擦没差，所以二阶，这样行不行？算出来自己210。好，之后我们再看第一小题。第一小题它指定甲至少一个，甲至少三个，乙至少两个，丙至少一个，所以说这有168种形态，这有280，这有280，这有210。我再把甲分给人，这样行不行？怎么分？甲至少要三个，所以说这五二一当中，甲一定拿到五这一组。方法几种？一种。乙至少两个，那甲拿走五这一组之后，乙至少两个，所以乙一定是拿到这一组。几种形态？一种。那同理，丙拿到这一种，几种形态？一种。所以说这边乘起来自己还是168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这有280种，甲至少拿几个？拿三个。甲至少拿三个，可能拿这个或拿这个，几种形态？两种形态。好，
甲不少，不管拿走哪一个，甲拿走三个这组好不好？乙呢，乙至少两个，所以说乙只能拿走这种，非常好。所以说这种形态一种，丙呢，丙呢，丙拿走这个时候，丙呢，丙剩几种一种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这边乘起来是几五六零，这样你了解我这意思吗？因为甲至少要三个嘛，甲至少三个，所以满足条件有几种形态，有几组，有两组。甲拿走一种之后，一组之后，乙至少两个，只剩这一组了，丙剩下这一组了，对吧？好，280，一样，甲至少要几个？甲至少要三个，有几组选择性？两组选择性。好，甲拿走一组了，乙至少要两个，有几组选择性？两种选择性。好，乙不管拿走哪一组，丙呢剩几种选择性？一种，这样行不行？把它乘起来，280乘4 483进3 42得8 1120、okay、再来甲至少三个几种形态一种，对吧？甲只能拿走四个这组嘛，所以说甲几种一种。乙至少要几个？两个。乙至少两个，有几种选择性？有两种选择性。不管乙拿走哪一组，那丙呢？丙最后自己剩几组？剩一组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算出来这有几种？这有420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齁，麻烦你行不行？把这全部把它加总起来。加总起来自己 ,2268, 行不行？这样就出来了。好，第二小题，它有没有指明？没有。所以你看一下，只有168种形。它有没有指明说甲一定要哪一组？有没有指明乙一定要哪一组？有没有指明丙一定要哪一组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所以说这时候分给三个人都可以结案。随便分，所以说一定是几阶？三阶，对吧？所以说你必须把全部乘开加起啊，老师不算了，好不好？算出来是5628，这样行不行？它并没有指明谁要几个嘛，所以随便分几阶，三阶是不是叫了？算出来是5628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后把这边看一下 ，OK。